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家里面设了佛台，然后这个佛台房间后面是别的房间，但是我们在上香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房间里面有人，我们跪拜的话，那个房间人会不会被业？会啊，也会啊。啊。啊。你至少叫他跑开一点的，不要站在这个佛台后面呀、啊。哦，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，就坐着啊，或者在怎么样，更好就是不可以。所以为什么佛台隔一堵墙？从师父眼睛里我看图腾的时候，一堵墙就像一张纸一样这么薄。哦。而且透明的。如果后面是。哦哦，后面是卧室，有人在睡觉，这样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也会被业是吗？嗯，所以这个床就不能放在那个，哦、最好嘛就是不要放在佛台后面。哦，啊、是这样。感谢了。那个你们实在没办法吗？你贴山水画。哦。哦，就在那个房间贴山水画是吗？佛台后面那个房间贴。对 ，yes。哦。Yes, yes.